今次參加的主要原因都是想去爭取翻啲自由啊，同埋保障翻病人的私隱啦、啊。因為近呢幾個月嚟，咁有好多市民出去爭取翻我哋嘅自由啊、權利嘅時候，都被警察去阻止啦、啊，同埋見得出係好多其實警察都入嚟醫院拉人啦、啊。咁其實呢個就好影響到市民對我哋醫院嘅信任嘅，咁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去為呢件事去企出嚟咯。因為我覺得近日警察所做嘅嘢實在太過暴力，即係對香港市民嚟講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傷害。作為醫護人員，其實真係唔希望任何人受傷。咁見到即係見到呢啲情況，其實有陣時都係好痛心。